下次吧。偶像包袱，下次你们下次、啊，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是我，我觉得是孙一浩，说是九的话，孙一浩，对，孙一浩，那我吧，好好好，我自然接受。好多哦，孙一浩吧，哦是，孙一浩很爱，是孙一浩，他过的是美国时差，过的是美国时差，我记忆最深刻的是。就刚开始进我们宿舍的时候，对对对，有时候稍微去公司忙晚一点回来，可能三四点四五点，他刚刚起，然后再开始收拾房间，对对对。因为我经常是颠倒作息，我从第一天住进去之后开始颠倒了。因为我第一天住进去，就是大家可能是第一天进去很累了，我要直接睡觉了，但是我不是，我必须就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，我不睡着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从那天开始就没倒回来，跟大家一直是反的。难怪平时见不到你。对，在外面忙是吧？但是其实我一直都在屋里。对。唐九州很爱撒娇吗？就是很爱撒娇。九九，但是九九不幼稚。笑死了！不是有一个很好笑是，是因为我一定要大家就因为感觉我想要，就是我一直想要当团宠。不可能的。有点难啊。我就想当团宠。自己 Q 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第一次团宠。来，官方给你，不可能。打呗，打呗。就比如说，我就故意，我就一会儿在叫，比如说我会，比如说我叫，我在房间里，然后我就叫，我说，然后他不理我，我就开始，半斤，半斤，就这样可以晃一个小时，就一晃，真的呀，好辛苦哦，好累哦，晃一个小时也太夸张了，晃一个小时好累哦，哥，就这样一直在那回，所以我觉得比较幼稚啊，然后有时候会也是就是五 Q， 有时候郁闷。但是我会怼他一下了，然后他怼完我之后，我要想了三四天，我才会想到我该怎么回回怼。他们两个蛮无稽的，他们两个是冲浪达人，二级我不太冲，我也不小莲是不太冲的，我也不太冲，小莲不太冲。二级、我不冲的，我奥运会很冲，对，他只冲奥运。大家平均在三四级，然后二级的其实也没太远吧。对，你有奥运是奥运加速包，其实五级的就会发到群里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五级的就会分享，会分享。刚刚有个工作人员给他那个一张那个一张照片图，就设计的截图，就那个很精彩，很精彩，发到群。我们官博可以发一下吗？我们 X Form 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们的专辑和舞台。可以了，是吗？然后之后我们有一小小的花絮，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新浪综艺的姐姐们，每个人准备了一束花，谢谢姐姐，真的吗？专属卡片，谢谢啊，看到了，谢谢，对，然后可以好香啊。然后你们所有的卡片都是鲜活的，哎呦，我们带去吧。你是什么？然后你们的跟我们的长团蛋糕。哇，谢谢。很好吃的样子。我帮你拿。谢谢。你把这放进去吧。哇。但是给你们拿，谢谢。翅膀吗？天使。翅膀。反正幸好我帮你放进去了。这个是羽毛，看你的羽毛。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